韦礼安推出全新英文专辑，描述在心碎的过程中要如何借由酒精来疗伤自己。歌迷说啊，这歌迷好好笑哦，那样子，但是就是没有，因为就接在我的名字后面嘛，就是写韦礼安 RIP， 也是一个 play on words。那这边的 P 本来是 peace 嘛 ，rest in peace 就是安息，这边变成 pieces， 对，就是变成一块一块支离破碎的躺在地上的。韦礼安大玩英文谐音，歌曲一推出后就登上了音乐发烧排行榜。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的他，英文能力相当好，之前也曾被魏如萱开玩笑说，现在韦礼安都走国际化路线，就连听歌会现场也是满满静静踢 basketball 或者是 skateboard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做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我很常。比如说我白天的时候我东西做一做、然后就过出来 demo， 然后我就出门，我就去滑板。四的九首歌我们会相应每一首歌做出一个简短的影集。不止韦礼安在平安夜大秀英文实力，另外影视歌三期炎亚纶也发行了全英文专辑。在疫情当下，大家都不能出国玩，不能出国去旅行，这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熟悉的环境有一点转变。邀请日本天王级音乐人打造台日全新作品，炎亚纶也透露说，首次尝试创作英文歌词难不倒他，认为英文歌词和中文一样，只要顺着灵感走，将心中真实的感受写出来就好。希望能透过歌曲，在后疫情时代，带领歌迷们来一场脑内度假旅游。TVBS 新闻卢鸿昌、赵佩宇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